啊，这个是所谓北极蜂，白色是软吗？哇，好多蚂蚁哦。这是等一下喂蚂蚁的蟑螂，真不怕哎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你看我还会想养吗？先不讨论养蚂蚁，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请斟酌观赏。过去常带着家人到处冒险的佑胜，就连打算给儿女养的宠物都很特别。不过在决定养之前，先到实体店面了解一下。今天呢，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蕾蕾说了很喜欢小动物，但是我们就不想要让她养任何宠物。于是我突然心生一计 ，OK， 你要小动物是不是？我就给你最小的动物。所以我现在来到了蚂蚁帝国，怎么样啊？哇塞，你也戴口罩了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你有这么多钱，你有多少？231块。OK， 你看看231块可以买到什么？软吗？白色的那个。哇，这个是所谓北极蜂，白色是软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问一下叔叔吧，这我不确定哎。应该吧。对，那个白色的，你看它椭圆形的，很像范例，那个是茧。啊，茧啊。然后有多的是幼虫、啊。还是可爱吧，它不会爬出来啊。蛮可爱的。不诚恳，不诚恳。妈妈，我看。洞窟蜂哎，这是大峡谷哎。你看，你说什么？叫你的名字，你叫我，我听到了，你叫我佑胜是不是？佑胜叔叔，我们什么都要看？你要看吗？好啊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多蚂蚁，它从哪里钻下来？我也不确定哎，从这里，这里有洞洞，这有洞洞，哎呦，你好聪明哦，你看到了。太厉害了，真的呀、啊！该不会真的养了以后，他们就整天趴在蚂蚁里面，然后碎碎念讲他自己的话？不，我相信他的习惯应该一下子腻，不要随便就答应他们养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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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等一下喂蚂蚁的蟑螂，叫樱桃蟑螂，跟一般的蟑螂长得不太一样啊。好，真不怕哎、欸，好吧。叔叔现在要帮我们去喂蚂蚁，你要去看吗？天哪、啊，以后你养蚂蚁可能会遇到这个、欸，你 OK 吗？这是种生命教育吧。但是如果我让它跑太快的话，蚂蚁会抓不到。他们开始。他们是真的会吃的、啊，哦，被咬了，它应该是被咬，所以有点痛。它的腹部会往前弓，那就是在喷乙酸。它、哦、乙酸是一种化学物质，它是破坏昆虫的神经传导。所以蕾蕾，如果被蚂蚁咬的话，你可能就动不 了。我们没有那么严重，我是吓它。蕾蕾，你看我还会想养吗？我怀疑蕾蕾更喜欢。那像这个套组的话，是加蚂蚁配件四到一整组是1500。哇！哦，这是贩卖出来一管一管卖吗？一管住在里面，然后这一管到时候移居里面去，然后他住满以后再换下一个。像这边的话，都已经超过大概半年的时间了。从一只蚂蚁，所以这个大只的是蚁后吗？对对对，所以每一管有一只蚁后，是放进去之后就让它自己想办法长。对，我们就喂那个素食就好。那这一管多少钱？不同物种不一样，像这个的话，西式聚山蚁，是聚山蚁是比较贵，如果单买的话是大概1699。1699/18。哦、啊，这个就差，这个是几管？哦，真的、啊，总之是1500入手，是你认为如果要养蚂蚁入手最好的价格？对，然后就是一组这样。我觉得的话，就是上次刚刚那个例子，1500块，现在只有231块，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存个2-3个月，存完我就过来买，好吧？刚刚发生一件事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刚刚弟弟很开心的冲过来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你给我看，你得到什么？”对，然后我说，哎，那姐姐呢？对不对？她决定把钱存下来，她不要喝。天哪！要存下来买蚂蚁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帮忙好不好？太棒了，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存到，对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加油。